真好利用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罗成锦师姐，每天都由头到尾，因为她的大汉后生脑膜炎失去双脚，让她非常的自责。她母子是要怎来面对未来的生活呢？我们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我想讲吼，伊嘛足坎坷的啦，伊是足坎坷的呢。伊出世就安尼足未顺利的哩，两只脚嘛拢切掉的了款，伊直接肉落来，落落来补啊。伊这生粒啊，直直烂落啊，直直烂落，烂到硬要见骨去啊。诶，基督教啊，入院拢搁送翻头，啊，遐做台中英总嘛拢送翻头。啊，如果朋友来问一下，讲恁囝即要来生囝呢？啊，我讲嘿啊，都唔知要安怎呢？啊，都全咧叫阮保安去拿靠一间，看医生足牛的哦，拢去哦，啊去啊，都随家搬入院。了就烧脑膜炎，脑膜炎烧就提，我吐个老来就等下炎嘛，该注射，注了后，这两支大腿嘛去跪，嘛去挂，去创人条，烂足侪年都对啦，烂足侪年啦。我嘛甲先生，我嘛唔甘哩啦，甲先生讲，无我这两个大腿吼，嘛挂起来补啊，啊你笑啊讲。伊面顶甲下边都无肉都无共啊，变怎去割伊个肉安尼啦？哇，安尼袂累呢。即摆妈妈较少对你出来吼、哦。嘿，较少。拢你家己来吼。嘿嘿。以前有啦，即摆算拢知影位啊，知影。拢我家己有当时啊，半点钟的时阵是。你坐车安尼啦，行路安尼。啊，真头前。行了。好，还可以。好。咱家两个大只呢，两只，啊，拢人看呢，无地球，只要无地球啊，拢人看安尼做吼，啊，大家拢有迄个有合作哦，啊，拢留下来咱才有通做，啊，无地球。啊，都一位呢，啊，富财啊，啊，我入去看，富财啊有吼，不财你敢不来？好啊，过来啊！我希望伊吼身体看会健康无，消你的业，做一寡好代志。咱吼安尼，互妈妈呢，安尼免操烦你，你若顺利，我就欢喜啊！伊若笑容，我就安尼心情就真欢喜。啊，若无笑，面角角就有代志啊，伊就身体无好势啊。
我大意嘞，那我都，我这是，啊，我大就讲该用牛啦，啊，我大范围内啦，我安尼我嘛，对咯，较不方便啦。叫，哎，叫。点哈？哎，点。嗯。哎，送点。哦，安尼。啊，这，这加贴安尼。哦。出去了，我拢不时转来，转来就甲讲，我讲你性命是扣的，惨惨塌塌哦，你莫让我不时安尼操烦啦。啊，咱是想讲，搁啊安尼无看眼款，啊，咱搁安尼直甲念，直甲伊，甲巴咧嘛是，嘛是伊嘛讲我拢袂自由哩，安尼啦，拢会想，搁想来想去就对啦。人会甲讲啊，伊讲讲，啊你呾安尼啊无娶某无啥，你后你通拢免啊啥拢会人会甲讲安尼啊啥啦，啊伊就讲莫甘免，互我一半项啊安怎安尼啦，啊我就讲啊，你的性命是扣的，我拢操伊呢，像咧出年哦，也学拖啉酒啦，较早卖就不能呢，嘿，这个慢慢才改掉呢，嘿，才改掉去，就酒啦不能啦，阮拢同意啊，安尼啊。这拢是啊，再搭出来，这拢。哦，这点厉害厉害，会开车呢？哪有？现在像很多呀，啊，这是手牌的车。哎，我开货车送货啊。哎，你走，你走。他有时候也会帮忙我。之前怎么开始想要做这个，啊？是妈妈的影响啊，妈妈是书记委员啊。我只是现在只是做妈妈高兴的事情而已啊。想让妈妈开心而已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我跟你讲，不用带不用带礼物给妈妈啦，就是回收带一点回去给妈妈，妈妈就很高兴。以前。你一直买东西回去，他会骂，他会比较，他会说啊，东哦别开机啦，那样。啊，现在跟我妈妈等一个等你啊。因为我有阵时啊较无时间去整理些。阿娇，到了。嗯，是妈妈带动的啊，因为妈妈她有做，然后我们自己有感受到，我们觉得说，哎，这也还不错啊，然后又可以得到妈妈的爱，就是高兴啊、快乐啊，这样何乐而不为？嗯，就是会可能就是像大哥身体不好啊，他会想说哦，曹晨可能是他自己的业障怎么样啊，有时候会动不动就流眼泪啊，会哭啊，然后就会唉声叹气啊，啊，有时候怨天尤人啊，可能说上帝为什么对他特别的那个博爱这样子啊，嘿呀，啊。
我们也是从旁这样子安慰他而已啊，但是毕竟还是他自己的心灵的比较重要啦，哎呀，啊，所以说借由这种慈济的精神哈，让他好像觉得做了，觉得好像他做了就很消业这样子，因为反倒对他心灵上也会这样安慰一点这样。毕竟像大哥这样子也是面临到有一点生命危机呀，哎呀，啊，他也会觉得说，哦，大哥的这样子哈，他觉得是他是把哥哥生得不好这样子，所以哎呀，他有时候会觉得说他自己的业障很大这样子。你若做这个吼，我拢欢喜啊！免做。刚刚环保，你刚加一个。我爱环保，我不爱单路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都分较脏才好啊。哦。你搁车去我遐，搁出呢啊。啊，叫哪咧坐吼，啊，然后不带吼。欢喜噶，心内讲哦，安遮唔着流偌济，安尼头路帮助安师傅吼，是爱足感恩伊个，感恩伊吼啊，开这条安尼菩萨道路好行，啊都偌自在嘞咧，偌好嘞，偌欢喜嘞咧，真感恩就对了。感觉伊需要啊。系啊，我也需要。啊，我做只要做这工课哦，啊都发炎啊，就不倒啊，弄不脱开啊，若无做，较袂要。他们在要啊，妈，可能要再个地下病哦，要打病哦，好啦，马紧，要打病哦，办多大？没烦恼，嘿，拢较没烦恼，没烦恼，当烦恼在看开开啦。啊，哥不是吼，听书你开始，书你开始吼，啊，拢安尼听安尼听吼，听足明的，啊，拢听有吼，啊，拢心肝开开，啊，就开知影咱的因果吼。知影太知啦，咱爱修爱做。我当然是比较支持，因为我是大女儿哈，所以比较懂得妈妈的那个妈妈有时候有哭，有一点都会跟我们讲啊，所以我就说她做了环保之后哈，那种高兴好像让我能够体会到，所以啊妈妈一通电话我一定到的。我再怎么样，我觉得说只要妈妈高兴就好。他只要再让我再回收，有时候那个水果摊叫我们去再回收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现在有那个苹果很好吃，拿一些买回去给妈妈。”我说：“不用了，你那个回收让我带回家就好了。”妈妈就很高兴了。他就是从环保做起，我就是从环保这种工作哈，这种事业，然后大家凝聚在一起这样子，都会同心协力。向心力啊，就是妈妈的那个环保哈，带动我们那个向心力凝聚在一起。我真给嘛，啊，都我全都来捡最后，就足欢喜啊！你，我来，我来，都爱坐啦。好，我带你啦，后悔的啦，系啊。得做呀，我们头我是不了解啦。啊，无了解伊都像迄阵都过年，啊过年都人无咧车吼，伊普通收收拢载人遐有人，啊无咧车啊订贵哦，啊那过年来人落咧变垃圾你来，你来咧收，捡垃圾倒来咧啦。我无要紧啦，有两好啦。啊尾啊讲，我甲你创个会无人看。迄阵我开始了解咧。我开始个了解讲，哎呦，啊，这样这捡倒来，啊，佫再去卖，啊，卖过要那卖煞钱了，啊，佫厨子也佫做一挂好台，哇，迄种我较有咧看待台，啊，我讲，哎，我啊，那佫做一挂吼，恁慢慢做一挂好台对。阵黄丽就是来个。我会做安尼，我嘛未想讲，我做回收倒，我嘛无想讲要阁进一步要提升哦，我嘛无。啊，阮某他会拢去后边做安尼平换，啊，拢互叫食饭吼，啊，那拢无随衫有穿啦。哎，你讲的哦，你讲的哦，随衫是你讲的哦好，啊，就摕银婆给我。啊，我以前咧去捡哦嘛，足惊见笑的呢。人跪我才压落，伊个路边人看到人跪我才压落呢。看到就想要捡，看到是像外国嘛安尼，去外国嘛安尼呢。要是真唔知有人要，有人咧收啊无？哪有人咧收吧？要个地顶啊！我个地顶来呢，我惊知。回收为什么呀？保作品咯，保作品咧啊，更个啊都要个地。地咧我，保安惊伊看啊，惊伊干咩啊？我是
我想讲人啊，那行李要加点那个。人啊，有捡是把捡吼，啊，人啊无捡，无无菜，那能加到毛的回收啦，我这比怕剩。我是讲，我还要把关拢挡掉吼，哎呀，就心不关掉。啊，我就做那，我安尼无呢，我一百万我给你啦吼，啊你换你关拢挡。哎哥，你讲关落去啊，因为关了我，哎哥还歪意思，我一百万这个回，这个回，这回。我就想讲啊，开不搞多啊，像安尼吼。啊，那艰苦人足济，咱咱厝里才会了解。喝那个，那个，那个，嘿嘿，钱人哦，那个买菜出拢爱滴，我那就等下那无菜，我拢用用我用的菜菜来滴。那一天啊，那几个天，你要保险钱啊？啊，甲店门买两粒吗？哦，哎，买只嘛。你莫只拢买两粒呢？以前先生不会倒沙缸买物件吗？哪有？我们念几年级他都不晓得。妈好啊，妈妈是我们真心的啦，爸爸是我们不真的啦。安好，来好来，吃。哦，你新老阿头去老古，对了，阿好，他都几十分，十外分了，安尼我头三点十外过，哦，你咪，哦，过新老呀，佮十外分就要过新老是啦，啊好啦好啦好。公司用谁的名字？因为我大哥这样子吼，就是后来爸爸事业是都蛮稳的，妈妈就是有时候对哥哥的亏欠就会比较多一点啊，啊，所以现在哥哥也手术也蛮成功的，然后就是妈妈做的回收他也跟着做，所以他们两个母子也是，因为哥哥没有娶老婆吼，就是他寄望可能都是妈妈有高兴有快乐，他们就会体会得到这样子，应该他的心里可能就是要让妈妈高兴。而且他也环保意识也蛮重的，然后觉得说，哎，真的回收要带回来，真的是卖了这个会有钱，会帮助人家那样子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所以他比妈妈用心哎，一通电话他都怕回收被人家拿走了，所以赶快一通电话在电话，连车子也会嫌太小了，他要买大一点，可以载很多的回收。伊就叫我，也是讲嘛，分看到大家人咧做嘛，啊，毋是讲一寡迄啥，讲话啥定调无彩啦，啊是讲嘛是讲嘛减少一寡垃圾安尼啦，啊对地球嘛较好啊，哎呀，啊才毋才帮伊讲，哦帮做有法度的范围内啦，算我家己嘛无法度讲做啥物咯，嘛讲无啥物啊啥。回馈社会嘛，对，无迄个，那安怎么着？尽量讲有法度做就做。就讲嘛，我家己嘛足欠的人啦，算安尼有阵时啊，从做路上乱停，我感觉讲这个
就用制作老的普奈的料啊，对哦，啊咧乱炖我嘛感觉足不太。我嘛是讲，这台，就是即摆牵来牵一台火车，哪是这台啦？啊，未成的啦，有较济的事啊啦，嘛无讲真济啦。无啦，免啦，伊明仔来牵这个门的。我讲，你即下花遐偌济？我唔知。安尼啦，爱带，嘿，无这算嘛中国的啦，算我买落爱买自牌啦，自牌我只好得度解啦，解手动，啊你啊塑牌就无度啊啦，起码就是我命咧饲啦。我再无做这生哦。知了安怎？你有内行哦？唔知，啊，使船渡才会知。船渡的油路，嘿啊，啊，无是海口，袂歹，很多都足轻的啊。也在考虑，因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啦。我很多都足轻的啦。今日恁爸，哎，佫讲你买只贵，啊，你看下都安尼尔。你讲这啦，伊讲旧车啦，啊，佮伊讲车伊较贵啊。哦哦，啊，这台啊，那如果后当有使五年，就几大啦。叫我转来看，清洁。看你有肇事鬼，只有肇事鬼。看看火车呀，就是想量载有通较济啦，啊无迄同迄台像量再少啊，安尼啊，啊再少算还佫跑几下蛇，有当时啊嘛较费气啦，嗯，无是我那载哩啦，啊你若讲吼有迄台佫较大台，就算袂使讲哦共哦收收去买啊啥，对吼，系直接啊才交哦，哦，系啊系啊。有啦，较少甲人出去安尼，无嘛是较早无伫做嘛，人也少出去，可能有点喜欢花呢。但那这样就想讲啊，无较歹甲人安尼拦嘛。啊，都阮都大家拢会啉酒哩㖏，拢爱啉酒安尼啦。啊，啉酒啊，都哦，那趣味啊，啉了，哦，迄阵啉了，玩得较济哩，嘛一看嘛朋友嘛真济呢。哎，阿爸真是阿都，哦，你叫爱啉酒啊啥，然后慢慢阿啉个安尼，哎，慢慢爱个念嘛，阿妈爱身体好啊，加讲吼，那出医生本来身体就吼较早不好啊，然后佫出状况就阿个袂见啊，哎，烦恼啊。苏这一段好事，对做环保当中，找到为邻群付出的机会。也得到成就感，一家人走过考验，感情更加好啊！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哎呦，别提我妈会回收，哎呦，阿弥陀佛了，哎呦，阿弥陀佛了，赞哦！都不拿你不帮回收。还没讲完呢，还有你还有跟还没拿，乖哦。我行这条主街路，这心都拢开阔，家己第二反省讲，咱的命，咱都爱做就对啊。师傅讲啊，讲爱做就对啊啦，咱就咪乱做啊，有通做就来做安尼啦。嗯，感恩师傅的啦，今咱呢来创造这个菩萨道路，咱行到这足自在，才好地方呢。那就救我一条命，生活不简单呢，那是呢，相信是不简单啦。我帮你补一条路。